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云啊，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啊，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起床闹钟更能激发人怨恨的了。我要把超人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要把超人处理得干干净净。我要把超人整理得干干净净。今天大家精神都不错，为了鼓舞士气，我陪大家一起晨练跑步。是啊，大家加油，强化锻炼，打倒超人。为什么我要把这小心超人？你们想用怎样的装备来加强自己的力量，我都可以做出来。我要一个强大的枫叶。没问题。经费不够，有这样的质量已经很不错了。下一位同学，我要装能伸长的尾巴。没问题。我要你们找出超人的弱点。我发现粗心超人说话很慢，可以在他喊出招数的一瞬间就把他消灭。粗心飞啊！就派你去。来吧，说出你的。你好像还有台词没说。我忘了。谁还有好的战略方案？花心超人很爱美，我们可以利用镜子来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再偷袭他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待会儿我先拿镜子吸引他，你就从后面把他吓晕。收到。嘿。刚才是什么声音？
信的样子那么可怕。开饭啦！今天的菜是开心强力便当、花心菠萝炒饭、粗心捣蛋布丁。怎么我只有这些？你最近成绩那么差，如果给你好的待遇，要我如何向将军交代呢？因为最近上厕所没有厕纸，吃方便面没有调味包，所以是年多梦，心烦气躁。这样的解释，将军会相信吗？小小怪，怪兽成绩那么差，我怎么向司令交代呢？那是因为最近上厕所没有厕纸，吃方便面没有调味包，所以失眠多梦，心烦气躁。这样的解释，你以为司令会相信吗？大道怪，为什么侵略计划一点成绩也没有？那是因为最近上厕所没厕纸，吃方便面没有调味包，所以失眠多梦，心烦气躁。这样的解释，好像还挺合理。今天的功课是实战，我们该去打超人，还是破坏超星学院？如果平时我们能吃饱饭，两者都没问题。可是现在太饿，失败的几率很大。那今天的功课怎么办？不如我们绘制一份超人不会经过的怪兽逃跑路线图回去交差。吃了甜心超人的菜，我拉肚子拉的想飞也飞不起来。吃了甜心超人的菜，我拉肚子拉的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来了。万一走这条路去看病遇上怪兽怎么办？有了，走这条路就不会遇到怪兽了。这里肯定不会有超人出现。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。你们，这种状况如果再逃跑，大道怪叔叔会有危险的。这种状况再逃跑，我们回去会有危险的。这是什么状况？不管了，开心铁拳！糟了，完全没力。好厉害的铁拳！收兵总比逃兵强。粗心飞弹。我好像忘记装炮弹了，但你干嘛倒下了？我被你气倒了。大大怪叔叔，没事了，最近的怪兽也太弱了吧。将军知道我们假装被打，现在连饭也没得吃了。别怕，我能给你们留了吃的。谢谢你们，我们不客气了。其实是将军你特地给他们留的饭，这么关心手下又不露脸，让我好感动哦。我只是不想他们没有力气打超人。
大家都到齐了。嗯，你不会还是小新超人的粉丝吧？我只是时刻提醒自己，要警惕小新超人。好，现在准备睡觉。一、二、三。Subscribe my channel. Let's try.